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的另外的一些小的收藏，就是这一些 thimbles 顶针。据说最早的顶针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由庞贝古城所出土的青铜顶针，那我小时候可以经常见到的是这一款。中间这一款是纯银的，已经被氧化了，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铁制的，后面的是木头的，还有玻璃的。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材质做成的顶针，铜啊、铁、锡、银、象牙、掐丝、珐琅，还有景泰蓝，还有一些皮质的，当然更少不了我们这些骨瓷做的顶针。这些陶制的顶针以前专门是用来缝制丝绸物品的，当然现在有很多顶针只是用来作为展示还有旅行的纪念品。大约在两三年前，我开始零零散散地收集了一些 Wedgwood 的碧玉浮雕顶针。你看这里有不同的颜色，还有不同的主题，有人物的，有圣诞节的，有 Dancing Hours， 还有圣经故事，还有一些王室头像的。后来我开始收集了 Roy Crown Derby 的一万里系列，直到我把这个 display 的这个盒子填满了为止。这些是手绘的一万里，这些蓝色的、红色、绿色、花卉、青花。右面盒子里的顶针是我买展示和送的，这里的主题多数是以旅游胜地还有一些纪念徽章为主，它们的大小也是略有差异的。好啦，我的顶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这些小物件每一个虽然都小小的，但是我觉得摆在一起还是挺漂亮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呢？